为自己生存而努力是正常的，以佛法观点是造作吗？这上面呢，我们对于正念这个事情常常有一个很错误的解读啦。很多人就想说，我只要心里想了起心动念就是错，所以呢，难道我现在需要，我现在长大，我毕业了，我要去找工作是造作的吗？你现在毕业了，不管你是从哪里毕业，你要去找工作是错的吗？是造作吗？不是，那个是一个生命成长过程的一个即将融入社会，把你这个生命的光芒、你的能力展现供养一切的时候，那如果它会累积成你来生的负担，那你就是小心这个点就对了。所以为自己生存努力是正常的，但里面呢，一定有因缘果在里面。因缘福报是应该积极而不贪，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，你是心是安住的而没有忧虑的。有的人很会赚钱，赚来的钱是什么钱？叫买药钱。那他有没有平衡？有，这个口袋跟医生收的医药费里面是平衡的，但是绝对不是你身心健康的平衡。这样了解意思？那如果说你做这个工作，你的精神层次，你的精神层次是平静的，可以体会的，你没有来生来世的负担，而且你可以把自己活在这个社会里面，活在你活着这段因缘里面，这样子精神层次的提升，物质结构里面自然的平和，从中又可以学习佛法，有剩余的那一些时间空间来提升自己，开发自己，这个不是更圆满吗？所以每个人都有他的过程，年轻人会有一段有梦想，到进入社会工作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有工作狂热，之后可能要享受成果，有的人是累积财富为了明天，为了忧虑啊，太多的忧虑。我们都知道这财产有五种共同使用拥有它的人，很重点的不孝子孙嘛，对不对？水啊火啊这些无情的无常，这是无常。福报拥有，福报里面的拥有不一定能享有，享有不一定能用有。有的人只是看到自己户头里面的圈圈一直增加，自己内心很满足，但是用不到。有一个得过很严重忧郁症的一个女士，她跟她先生两个就是拼命的做，攒了一点钱，想说要养老退休的时候要好好使用。于是快要退休的年龄到了，人家就跟她讲，坐吃会三空诶，所以你这个钱应该投资，然后赚那个股利，生钱啊囝就对啦，你就用那个花，以后你这个钱还可以留给子女，那你要生病的时候再用这个本钱。他听一听，诶，有要有道理，这样是有道理，于是他就交给他的朋友去投资了。交给他朋友去投资之后，股利都还没有回来，三年他朋友的公司就不见了。然后他年轻一直攒到这个时候的所有的钱，企划了一个很美的那个退休的生活，刹那之间成为泡影，
所以啊，这个是有为的心念创造的有为的想法跟理想。后来呢，不甘心，这个时候重创家里的经济结构，他不甘心，要拼命的工作，一个人兼两个工作，丈夫兼两个，太太兼两个，就攒了一些钱，拼命的工作就得了忧郁症。他先生呢，高血压、心脏病、过劳嘛，两个就病魔缠身。病魔缠身，大家就劝他们何休困啊，何必呢？你说我顶回吼，落在水底下的钱啊，就被人家拿朋友投资失败的钱，我一定要赚回来，拼命的赚，拼命的赚，一生的病。我们跟他说，那你又何必这么的在乎呢？你现在身体比较重要啊，如果你不退休下来的话，你根本就没有所谓退休后的享受，因为你可能就死在职场上面。他说不可以，我这股才欠600万而已，我哪可以动起来？你听了会感觉怎么？我这股才欠600万而已，欠的600万，那叫做真不够。这个数字给人的感觉，只有数字跟你的关系，他没有享用，他只有被工作跟被钱的概念给磨，给折磨。什么叫做心中最大的满足？但是这600万，他拥有不能用，因为后来他儿子跟他要了，说他要开创事业，甘愿无摕予别人落个淡水河，但是去予囝摕去压掉，搁一摆，听到你会安怎？因果欠伊个啦，这样一句带过，可以？佛法真的是这样吗？你本身开始的念头就是错。因为你根本无福消受嘛，最后谁用掉？那个只是一个管道，让你没有拥有啦。如果在四五十岁的时候，手上攒了一些钱，要退休不退休是另外一回事，但是你不要成为钱的奴隶，对不对？没有说叫你一个月赚5万块，你一定要用49999块来享用，没有啊，也没有人叫你说一个月要用2000块，每个人的水平是不一样的。但为自己生存而努力，就是因积极而不贪，里面具有意义，它是有一些身心灵的共同完成跟成长。男人在社会上没有成功过，他不具足信心。女人在家庭里面没有受到肯定，他不会安住。自己问啊，没有受到肯定，猎狼心都不会都在厝里。因为你觉得你是不甘心，你会哀怨。每个人都要拥有什么东西来肯定自己是活过的，这是有为法。有为的世间是如此啊。小孩子没有拥有自己一张床，没有拥有自己的妈妈，没有拥有自己的玩具，他也一样是觉得他没有安全感，不被呵护的。佛法的观点讲，我们要接受因果。而在有为法里面，《金刚经》讲，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无，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它不是叫你不做，我们讲过很多次，它是跟你讲，要在有为法里面去读到它的妙有。
但精神层次要从有为转无为。那佛法里面在讲说，我们生存呢，你要为自己生存而努力，你要坚守四个理由，你要坚守四个很重要的重点。这四个重点你抓到，你就不会有来生的负担。如果有来生负担，你不是一直轮回吗？我们取《法华经》里面的重点来讲，他说我们人活着要有四安乐行。当然，这四安乐行以套到《法华经》，他是讲法师要如何身口意的安乐。那我们把它转成现况中可获得安乐的行法，你在世间里你要生安乐行。生安乐行就是你在所有一切里面，你身体的行为要远离邪人邪法，你正不正，你光不光明，你要远离凶险嬉戏。当然这里面你要远离，如果以这个十善十恶来讲，那当然就是杀盗淫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为生存而努力，你的身去做任何的事都可以，但你要生安乐行，能够让你而后有这个四大假合身的时候，不用用它来还债。你如果现在欺负人，你需要还债的。你做工作的时候，口业，第二个叫口安乐行。你做任何生存的努力都可以，但是你要远离口业、说过、轻慢、叹、悔、怨跟嫌。有的人很高兴的啦，很高兴很高兴的，三个都兴，三个都怨。有的怨怨外口的人，有的人怨厝内，好外装啦，听过吼？不管你怎么样生存而努力，你一定要口安乐行，要不然总是害怕，害怕别人会有诋毁你的时候，你说过的话有一天曝露到阳光下，很不堪，造成了一些是非，来生来世就有负担了。你说我要往生净土，我没来生来世，那是你说的啦。你口业这么重，身业这么重的人，你的愿力要很大，没有错。你说我趁愿再来，我待业往生，那也真好，赞叹，也是你说的。你如果平常都没有在修，口都没有在念，身都没有在持十善，我们在这里读过观经嘛，对不对？我们的资粮哪够啊？我们的资粮怎么够？过去我不懂的错误来不及改，我要惭愧忏悔，懂了之后有没有改，那是资粮啊。所以我们说生存努力正常，佛法说不造作是不要造作来生的负担，那个叫不造作。那你现在是圆满圆满中，那本来就是正常的。两个安乐行呢，第三个安乐行可以知道吗？叫意安乐行。意安乐行的话，我们要远离嫉谄嫉妒谄媚。我们意念里面，你在世间里存在你就记得，
你意念里面的不要谄媚，也不要嫉妒人家，也不要轻骂，三个都暧昧，轻浮，又很喜欢表达自己的意见，否认他人的存在，恼乱，恼害自己，或是祸乱他人。意念里面要守住，还有静，真跟静，真就是争吵，喜欢跟人家变高变低，静就是内心的比较高下，较量，这种都是邪慢的。所以这个意安乐行，你越是老实的人，俗语有一句话啦，讲天公听戆人，对吧？是天公听戆人。那正经戆人，被欺负人，伊嘛是唔知影，迄叫做被欺负。我就见过有这样的一个男生，他做过很多的事情，然后他的朋友都会跟他借钱，他都看到朋友很辛苦的地方，当然不是把他的家产全部借人啦、啊，他都借人，然后都很平静。然后什么事人要搬厝，伊一定搞。平常看不到他，搬家时候就会看到他流汗。他有什么好东西都可以分送给别人。因此为人说啊，你这是在天下第一大笨人，你那这样讲，拢被欺负，拢被人啥，拢不要紧。然后伊说奇怪，你怎么会这样想呢？人家他欠钱呐、啊，人家他家他搬家都没有人帮啊。他就是什么都是这样子，然后整个人就是笑笑的，他心中平静，半夜不怕鬼的啦，这种人都不怕鬼的，对不对？但这样的圣人还不一定是圣人啦，讲句老实话，他不一定是圣人，他的很多的这种出世间的什么的，他很淡，但不一定有那样子的般若智慧。但是这种人呢，基本上为自己生存的时候，他是平静的。他做什么事加紧婚，他真的很老实的过日子。到末法的时候，老实的人不多了。我们一般来看呢、啊，心里都会有嫉妒、谄媚，这是一组哦。嫉跟惨是一组啊，嫉妒是放在心里的，谄媚是迎合的，然后你内心会轻忽人家，口中是出秽言或是鄙夷，把人家压扁，这是人格缺损的。前一个是没有信心的，你嫉妒或是谄媚是没有信心的。你人格缺损的时候，你才会轻忽别人。你要把自己提高，这修养上面是很糟糕的。如果恼跟乱的话，是自我干扰，你会自己有烦恼、困惑，而且会祸乱他人，这是自障碍，自己障碍自己。清净佛性现前，佛性不能现前。那我们人总是凡夫嘛，我们有时候会有一些小小的烦恼，但小小的烦恼你要明白，我这个小烦恼大烦恼来自哪里，就是为了争取一个我的存在，或是我的理想，或是我认为的道理。人不能够让所有的世界停摆了，人有好多好多不同的人，但基础上你要一跳开啊，豁达，要豁达的去看世界。我们修行人哦，过程里面一定会有所谓不相应的众生。那
也会有非常投缘的众生，我们会有 这种远近亲疏啊，爱憎分明，怨亲不同的这种感受，这是我们是凡夫啊，常常会说啊，人就是这样，这个就是凡夫在说的话，凡夫才说这样的话。世尊只看契机啊，这个众生他再坏他都会度，我们暂时不能度，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必须去加强我们自己，会受怎么样的一种影响，基本上不能恼也不能乱，恼了自己的清净，祸乱他人，这个意上面呢，一定要尽量尽量的完成。所谓诸佛通计，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自尽其意，是诸佛教，对不对？大家都会背嘛，耳熟能详嘛。自尽其意啊，这内心里面呢、啊，不需要设定目标，也不要设定敌人，只有我应该怎么前进，而让我的心明明白白、平静欢喜的去完成。当你把这个基础抓对的时候，所有的事情都是一个现前现前现前完成完成完成之后，我们当然会去省思啊，会自我关照嘛，自我关照跟省思不一定是所得心哦，自我关照跟省思它就是属于从止到观，然后再由观回到止里面产生的智慧之后，就属于觉哦。这个觉的部分就知道以后应该怎么做，那这件事就落幕了。你这个东西没有丢才叫所得心哦。所以在世间里生存，抓住这些生口意嘛，未来生来世的负担。第四个叫誓愿安乐行。誓愿安乐行在法华经里面它是讲到，如果众生对法华经不闻不问，不知不觉，不信不解，哎呀，这个太可怕太可悲了啊，这个人呢以后就没有机会成佛。那我们把它用到我们生存的努力，我们要有正确的誓愿，我们要有正确的誓愿，我生口意要学习清净三业，我不是要去染污的，而我是要在生命里真正去活的，不是为了拥有更多，而是我要完成的是成佛开发智慧这件事。其实每一个人他生命的重点呢，都是自己定的，生命的重点都是自己定的。我相信在座我们如果再来问一次，你生命的重点是什么，老老实实说，20岁跟30岁跟40岁跟50岁都不一样，可能后面做的七八十岁他的重点是往生西方，四五十岁是圆满，圆满世间。二三十岁可能是什么？发展生命的光芒。那这些都跟佛法有一些连结。那你要看你的誓愿是什么？佛说我们众生的愿力有好几重啊。有人说啊，咱这世的人生得这么坏，过得这么艰苦，咱没福报啊，下世的人看得比较好过日子，有没有这样？阿修对白
有保庇，学佛就是为着下世代人较好。佛没有说这不可以，他说这叫人天成，他没有说不可以啊，是你决定的。有的人他说啊，这辈子好笨啊，什么事都烦恼，所以我要学习没有烦恼，自己这样安安静静的，然后麦克呢一下子就跑到我妈妈的肚子里去了，所以呢我想要极尽涅槃。佛也没有说这不可以哦，他说这叫二乘种性，他没有说不可以，允许你可以，但是要带你，这个不够究竟。还有一种人，他说世间好苦啊，我一定要帮助众生，所以我要学着啊，善良就是我的本来的相状，我的内心都是平和的，都是有意愿的。这种人给波性给波性，很善良，这个叫凡夫菩萨。需要这种人吗？需要，古道热肠。但古道热肠一不小心就两肋插刀了，知道吧？差异在哪里？古道热肠可能是可以为大众，两肋插刀是为自己所属的众，很热情而已。所以这里面有智慧没智慧，自己自不自在又差很多。那这里面没有加上得毕竟解脱，那只是凡夫菩萨，对不对？这叫大乘种性。 OK， 很好。最重要我们要怎么样？你要知道所有一切都圆满，在菩萨道上，在所有众生上面，它有分好几个区块呢。相信听经这么久，知道有一个区块是我高早欠人的，承认吧，承认吧，这部分你走不去的，嘿，你纵使去往生西方，你还是会回来的，因为有人会呼喊你啊。他这因缘和合嘛，你自然就是会圆满。你走到那里，立马的功，我都歪剩小，不会，不会啦。你慈悲到那个程度，你就自然会。所以菩萨道上，不要以为你做的都是菩萨有功德，你可能一半在行孝。如三大阿僧祇劫的这个过程里面，你可能有很多的时间是在做弥补的动作。当然，在弥补的时候，我们也可以体会啊。在所谓不圆满的时候，我们在圆满的时候，我们也可以平静而体会。另外还有一大部分是如佛菩萨一样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哦。那这一段呢，就不是恩怨的咯，就有所谓愿力的问题。那愿力借由这些来开发，借由这些来圆满，来让所有的人更好，所有的众生更平静，每个人去发现他的佛性，这个就是我们学着佛的角度这样去做的，一直到最后全部都是圆满了，成佛了。但是呢，不违本事，他不会违背他本身在这上面的运作。所以呢，就像世尊也会来说佛再示现八相成道一样。那我们来看说这个主题，刚刚讲的誓愿安乐行，誓愿安乐行就是一定你要有正知见，你要有正知见，立誓自己在这所有里面要得正等正觉，要圆满一切得正等正觉。
以智慧力引导所有众生。这样四安乐行会不会让你的生存会偏差？你如果把握这四个原则，没有什么叫造作，因为你每一个当下都会去观察。你如果说错话，你心里会难过的；你如果做错事，你会不安的。忏悔就会在里面现出来，忏悔法门，试忏你才能够理忏。有的是躲在自己家里，这个一切有违法，如梦幻泡影，你泡影他不泡啊。所以这个过程里面，你真的哪里错就要哪里补，然后内心里这个是平衡的。透过试忏进入理忏，理是圆融，事事圆融。有的是光理忏，然后就觉得我放下了，那我不受后有。这个是蒙起头来的自以为，因为在过去的这个因缘结构起来的时候，你以为你种子扫除了，可是对方的种子，这个因缘会拉，那业力会拉，所以你不把这个惭愧忏悔发完，去完成它的时候，你内心总是有个阴影。你今天说错话，你就是要为说错话而真实的发怒，求惭愧忏悔。当你求惭愧忏悔之后，你的心真的平静，你要把话讲明白。我错了，我昨天说错了，我思考错误，我向你求惭愧忏悔。对方接不接受是一个状况，但是你的心说出来了，你的心会光明。有的人说，我有不能说出来的话，放了这一辈子，每次午夜梦回做噩梦，就梦到那个错误的事。你只要说出过一次，有一个人听到体解了解，你发怒完了，你就知道你的生命没有阴影，你就知道你生命没有阴影，你不怕。所以像我们以出家人来讲，你生做错事，它是有一些处罚的，有一些律啊，戒律啊。你口说错话，你要发怒，你意里面的，那就有不同层次啊，它会产生到行为，反射在行为上面，就要借由声跟口。但是意，我们都知道它是轮回的主因呢，对不对？意会启动声口。那这四安乐行是跟大家介绍，以佛法的观点，只要没有来生的负担，你做正确的事是对的。如果说我进入的魔境怎么办？如果说好，我现在我要自己生存，那我努力，我进入了魔境怎么办？没有一个人不进入魔境的，你魔教是，你好福你都不会进入邪魔歪道，都是会的，都是会有魔考的，会不会进入魔境是会的。进入魔境是一个过程，但是世尊有教导如何让你远离邪魔之道。你要有正确的态度啊。那这个态度里面他就讲，这是大家社问大宝基金里面的一卷，第一卷里他讲，世尊就回答，他说如果你要离开你着魔，不离菩提心，因为你要修行啊，你在世间里生活，你就是希望
能够开发善根，然后完成善行，对不对？心中想要度脱一切众生，我们讲白话一点就是这样。所以如果你做什么事心中都是这个念头，你也没有什么哦阿美啊。开发善根，我们第一次不是发一个讲义，你所有的行为善不善？因为饿死自己痛苦哦，别人还不痛苦，你先痛苦。起恶念是自己先痛苦的，不是别人先痛苦。所以如果你能不离菩提心，做什么事我们不要把它讲说、哦、菩提心是上求下化，太美了。你就说我具足善根而完成善行，而且常欲度脱一切众生，我要帮助众生，自己也是一个平衡点，这个是不离菩提心。他说第二个不入魔境，不进入魔道里面，就是无恼害心。你就是不会想要有恼害他人。刚刚是恶哦，我们刚刚讲说开发善根嘛，为人的是恶念马上出来。有的人不是，为人的是让人家不舒服，然后有刻意的那种恼害他人。那第三个不入邪魔歪道，就是明了诸法，也就是你把所有事情都看得很明白，你对一切所做的事一切的道理都通达明了，正直无碍。你要发现你的心，你在思考这件事情的时候是正确的。所以这里面是什么？知见问题。这里面的我们要明了诸法啦，所以这个上面是你如何来解读嘛？人你要明了诸法，听懂吗？然后远离魔道，还有第四个重点，刚刚讲三个，第四个不生轻慢，你不轻慢众生。人很容易轻慢他人，如果你产生轻慢的心，当然就是魔嘛。谁是永远的这个样子？那人的这个无常业障现前的时候，或是有些时候你有一念之间转不过来，或是隔音之谜让你累世所造的这些功德掩盖了，而没有凸显出来。那你的善根还没有发，有点小坏。或是聪明，所谓世智聪辩，而不在正道上行驶。这样的人，你能轻慢吗？所以不要轻慢众生。如果你不轻慢众生，去尊重他的佛性，给任何一个人一样的机会。但是这个机会是要适合他的啦，每个人的速度跟这个智慧是不同，但是均等，你的尊重的心是均等，这样你就不会入魔道。所以为自己生存而努力，正常的，不要有来生的负担。四种安乐行跟四种离魔道的方法，都跟各位做了介绍。所以以后在世间生活会不会有准则好拿？当然大家都已经活那么久都很会活了。检核自己，真的检核自己，今天要巴结人家吗？阿谀奉承吗？轻慢别人吗？自是他非吗？不明事理吗？随便污蔑吗？揣测空间太大吗？然后整个事情的发展它有时间，它有一个步骤嘛，把这个祝福跟参与都在里面，这样就能够完成。